我们现在早上7点，人位在大安森林公园，好健康哦，好有朝气的一天呐、啊！你们好，你好，好久不见了，这个可怕的声音又出现了。对，欢迎来到 A Game 的特技。啊，怎么兴奋一点？哇呼，这么久没拍了，好快乐。哎，说的真有点兴奋。很多人都有期待我们有 A Game 的后续，对，这不就来了吗？回味2年呢、啊。对，我前几天看你发文，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上一次开拍已经2年了。因为疫情也差不多2年，所以我们差不多是在疫情前的那个时代，然后开始开拍，然后刚好在疫情的时候，哎，结束。访问一下，暌违2年，我们的特别嘉宾要回来了。两年了。关于今天的气温，你觉得会怎么样？我今天一早起来，我就紧张先吃了一颗胃药，然后我就告诉我。是最棒的，我一定要加油。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是跟绿生活这个嘉年华有一点关系啦，那我想说来知道就是关于一些环保的议题，例如说有哪一些发电啊，你们知道有哪一些发电吗？风力、水力、太阳能。OK， 是第一关吗？第一关，第一关我们没有第一关啊，现在就在闲聊。对不起，叫我们讲。你今天有没有信心？有吧。信心有吗？你听起来很没有信心。来，信心喊话一下给自己。我们是第二，叫。如果你必须有一种死法，好突然的，不是冷到爆，就是热到爆，你会选哪？冷啊，因为冷的话，冷一冷就睡着就死掉了。对啊，冷就好了。你这是什么问题？突然好暗黑哦，干嘛？你中午就会热死啊！你中午就会，你等一下就会热死啊！然后再被冷死了，因为冰雹会掉下来。刚刚谁选热死？大家就可以啦，开心吗？干嘛那么暗黑啊？老吴在出发前，他就有问我说，他今天到底是要用什么心态？但是我听到你们有说有惩罚，我就要认真玩。谁想赢我？不可能啦！你们知道大安森林公园要是跑起来是很可怕的吗？我是没跑过，非常巨大的。大家都是来这边野餐的，没有人会来这边。明明就外围都有。好，我们现在就直接先往主舞台移动咯。你们有为今天要拍跟准备什么吗？准备一盒止痛药。没有，我准备了发胶。我要神器了，随时要喷。拿借我。来，最后一位特别嘉宾，第一次参加 A Game， 然后大迟到。对不起。来说，我爱姐姐3次。我爱姐姐，我爱姐姐，我爱姐姐。森林公园，这一次我们来到了由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举办的“爱放第一绿生活嘉年华”。我们今天呢会在这边进行我们的 Let's Play A Game 特别企划，期待好吗？哎，你们开心一点啊！都滴汗了，开心一点，怎么这样？刚开始全身都是汗。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全身冒汗，因为他刚刚用百米的速度跑过来。对，这是我们的港港第一次参加 A Game。Hello。心情怎么样？那时候看姐姐在 A Game， 昨天晚上还觉得还好，然后到半夜的时候9点钟就睡着了，然后半夜起来看一下那个 A Game， 然后越看越睡不着，重看是不是？对，超可怕。很可怕哦，你今天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好，然后美好的回忆。对， okay. 今天其实大魔王不是游戏内容，是今天的气温。其实已经默默有点在流汗。你们应该会很紧张，就是想说今天会怎么分队，对不对？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分好了，刚刚吗？就在刚刚，无形之中，默默之中，就我们站的，就在你讲这句话的当下，当下我们已经分好了。我们这边可以请乔大制作一下回放，看刚刚是怎么分队的。什么？你们其实就是今天两位队长，接下来就会陆续有不同你们的成员出现的。嗯，那你们要怎么分队呢？帮我先抽，你们各抽一个。好，怎么分队？直接抽是不是？直接打开。好久没有当队长了。我的是我爱姐姐、太阳能跟热爆。我会赢水力发电，我不玩了。就是等一下你们成员到了之后，你们就诱导他讲出这些关键字。我爱姐姐，我会讲嘞。对啊。这个就是你要怎么诱导他哦？怎么样可以让肚子痛讲出我爱姐姐？他讨厌他姐姐。我跟你讲，没有，你跟我把人家家里事你讲出来。我跟你讲，我不玩了，好容易。我觉得小粉第一句话就会讲这句话。你记得吗？记得啊。你们知道有哪一些发电吗？风力、水力、太阳能。我爱姐姐，我爱姐姐，我爱姐姐。所以肚子痛跟港港请到我这边。老吴，老吴，老吴，
等一下，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怎么分的？我们刚刚在拿 GoPro 录你们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些关键字要你们讲。对，然后我有一个关键字是要讲热爆，我一直想要 cue 你讲热爆，不是冷到爆，就是热到爆。你要冷啊，因为冷的话，冷一冷就睡着就死掉了。都冷到了，还要热爆？你问的什么问题啊？还没热，还没说，还要热？你不会自己去热？可以热了，你自己在那边热。那至于感官的部分，你的是，我只有说爱你耶，我爱姐姐。对，哦，就是。除了今天我们有六位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粉丝来跟我们一起同乐。他是从几百位粉丝当中我们面试，而且大家还有拍影片，他们自己比手画脚啊，自己玩游戏，然后入选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欢迎我们的粉丝进场。看起来很强哎，看起来很强哎。所以我是白队耶，你感觉跑百米的？对，来，我们这个是不是看起来跑百米只需要九秒？哎，我们这个看起来可以举250公斤。你真的真的。对，好，我先讨论一下，之前的 A 哥你有没有看过？有。最印象深刻是哪一关？哎，找时钟，找时钟。找时钟。第一集，第一关是阔嘴演戏。阔嘴。刚看断轨那一集，断轨，对，刚刚提到这两个字，我现在要 recap 大家的记忆，对，牛奶壶那个。哦，华裔 SUP 那一个，哇，大家真的都有看，废话。好，除了今天呢邀请他们来之外呢，我今天就来就是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奖励。那惩罚就是等最后结果出来你们才会知道，你们就会知道了嘛？你对他们就会知道，你们会知道。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但是你们还是辛苦一点，对，要有一点火药味。好，今天我们优胜的队伍呢，会由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提供的10000块的奖金。10000块呢，我们全部都提供给粉丝。哦，对了，真的，所以你们会有5500。你这个落小车，我们要宠粉啊！再给我，待会给我，一起。哎，不好意思，我们他说一起吃，一起吃是不是？对，我吃很多。重点是输的那一队也不用太伤心啊。输的那一队，我们的第一银行人很好，他。还是会提供8000块的奖金。对，哇，对，但是我们赢的是什么？你以为是那个钱吗？是荣耀。哎，我是钱，我是钱。那你再补，如果是不补2000。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除了刚刚的10000块跟8000块之外呢，我们会在你们四个当中选出今天的游戏 MVP， 对，由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独得5000块。我们先来彼此认识一下哈。好，先让输家的这边先介绍一下。那你可以开始了。不要讲话，来你们先开始。我们就从右到左，好不好？来，你说。赢的这边是 Jonathan。Jonathan， 他的那个是粉丝。大家好，我是 Jonathan。那如果我是 Jonathan， 大家好，我叫小易。小易，好。大家好，我叫包包。包包。嗨，大家好，朋友来自苗栗。苗栗。他叫什么？培元是不是？对，培元啊，培元，今天叫圆圆。好，大家好，我是朋友来自苗栗。苗栗的朋友，谁？哈哈哈哈哈！苗栗的朋友，所以大家都认识了嘛。今天就是大家的战友，那我们就直接来进行第一个关卡。好，那我们今天的游戏整个下来有5关，然后一样每一关有蜜蜂，这边是大森林公园，是他们的家，我们来他们家打。他在我耳边讲，嗡。好，今天每一关赢的人也是一样要抽3张扑克牌，输的就会抽1张。那如果那一个打平的话，抽2张。那我们这次抽的牌叫环保洞熏塔，这边熏塔，熏塔，环保。中文讲得不好，但连那个识字能力，叫做环保勋章卡。那我们解释一下第一关玩什么？第一关就是玩大家最厉害的比手画脚。耶，可以了，比手画脚 OK。可以。
以吧？好，就是我们先派一位队员做猜题，另外四位做比的。好，那你们会抽题目，那一个队员就比一个字。好，对，然后、我今天心好痒，好兴奋。可以啊、可以，抬起来，给我。我跟你们讨论一下那个这个游戏的那个技巧在哪里。他这样就是一个人猜一个字嘛，对不对？所以比如说包心粉圆好了，你如果是要比这个字的人，你要把他的四声都想过一遍，包饱饱爆，心醒醒醒，就这样爆，然后对，然后你要想象最容易比的那一个，最后比出来的字可能是包醒粉圆，但是你知道，就是我有一点闪东腔，但是大家就可以去猜的人就可以去联想，知道吗？可以哦。我们芙蓉那一集有没有看过？芙蓉有玩。我跟你讲，我确诊，我有脑雾，我什么都不记得。啊，对，是确诊的问题嘛？你本来就这样。好，谁要来当猜的那一个人？没有人敢，没有人敢承担，没有人敢承担。我猜比较好，我猜比较好。你猜比较好。那我们俩，我们四位就要很会比，不怕丑，不怕脏的那一种。他们刚刚有一个口号，我们也要来想一个口号。他们比包心粉圆。我们想要什么什么 E 的事，他是小 E。E 的，我本来 Jonathan E 的事，好不好？你要有个顿点，来来来，要有一个顿点，来小猛来，一二三， Jonathan E 的事，对，要走，一个顿点要有，而且他是挑眉，他很有潜力，挑眉的 tempo， 来小 E， 好难哦， Jonathan E 的事，对对对， E 要挑眉，来 Jonathan 自己来一次， Jonathan E 的事，真的，他表现了。那我们第一关每队可以玩三题，好，然后每题有三十秒给你们去比，那你们先猜拳，看哪一队开始先。好，来，输的先好不好？剪刀石头布，布，哇，输，我赢了。来，我们先拿钱哦，来，拿钱了。好，来抽题吧。四个四个小一，你们都投了吧？好 ，OK。可以有信心一点啦，我一摘下眼罩就好难，好难啊！
有什么关系？我今天不知道从本事啦，没事。刚刚问他说为什么要比帽子，他说这个帽子是银色，对，他说这是银色。恩是笨蛋，恩是笨蛋，恩是笨蛋，我要跳了。三、二、一，大，大一，天地，地，地，大长，就是你的问题。天地天下，大长下，大长面线。各抽两张牌，好，好，来，就是抽一张，就是抽一张。好，我们给两位抽，好不好？我们刚刚取出队名，包包圆圆，包心粉圆。好，那我们也有，来，我们的队叫做真的粉一，什么意思啊？小易跟真的粉，怎么样？抽的好吗？好像蛮强的，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哎，我们很强。来了，来，摸咪。怎么了？来，我们队名叫什么？一二三，蒋大森一的，傻退了。这两张就是一的死嘞，资深观众啦。好，我们现在已经抽了两张卡了，对不对？把你们的动勋卡啊，不是勋章卡，乔大是你。把你们的勋章卡抽好，是在最后是制胜的关键，好不好？让我们前往第二关。很多人在排，等一下那个绿生活节的表演，他们很辛苦，一大早就来排。现在张生公超热的，哎，是投篮的，投球的。他跟我比赛哦。好，欢迎来到天花。耶！这个游戏是本来就是活动，原本就有的一个摊位游戏。OK， 我没有反应，因为我们热衰竭，热衰竭，这很像夜市会出现的东西。那这一关就是叫做打击。污染物，等一下，大家就会每队会有六颗球，打中就有一分的。然后打中之后，我还会再问你一个关于这个污染物的问题。好难哦，所以你要还要答对才有分数。不用，打中就有一分。我要答对再多一分。哦，很快，最厉害就有十二分。好，我们来玩吧。来猜拳，看谁先。来，小易。一包，兄弟，一包，下面一包，疯了，前面一包，这一样，来，我剪进去，剪刀石头布，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看，得指路，不好意思，来 ，Hello， 赢的在这里，我们一句话都没讲，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没关系，没关系，有关系也是没关系，你们先来哈，先看，对，你们就吓死。先看，不会弄死。好，不然我先好不好？好，那我第二。哎，其实最一开始最简单，因为后面都会被打掉。强的人要在后面一点，随便一个都可以嘛，对不对？打到的。放枪哦，差点放枪哦。脖子我接过。我给各位运气都用完了没？来，加油加油！哇，有了有了！棒棒棒！会就写中文吗？会力，会啊，但会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病情恶化。长时间接触到二氧化氮，可能会减弱肺部的功能，以及降低呼吸系统抵抗疾病的能力。所以呢？不是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还是氮？对，答案是错的，就是否。一二三，否。哇！哎，这是真的二氧化氮这个东西。二氧化氮，而且我们也会答错，所以大家有二氧化氮哦。氮哦，氮。不是，哎，他们后面的也答错了。对没？等下倒扣。烧的时候会产生二氧化氮。为什么不是碳？还是这个是港式英语？小笨蛋，有一分，有一分。哎，怎么好像蛮难的？对啊。裴远。
哎、欸，加油！你们的队员都没有在理你。加油！加油！加油！可以。还感到 lonely。加油！上面一点，这边都有。对。对。你看，他们完全没有反应。好，我来。你可以，你都挑染成这样了，你一定可以。产生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的特性有烧焦的味道，如果吸入过量进人体，会让人产生异常的亢奋。不会，不会亢奋。你在节目可以播吗？你就重来，你还怎样的？不是因为人懂，我要讲第三次一样的话了。量吸入人体会让人异常的亢奋。不会，一氧化碳三个。对对，这可以播吗？对，重新讲。没有，就是有时候新闻外泄，新闻外泄被爆黑料的时候，瓦斯外泄的中毒，对，所以它不会有味道，燃烧不完全，因为它会加那个瓦斯，才会加那个气味。所以答案是错，答对了，两分，那就算你来好了，最后一球，因为只有你得两分，可以吧？可以，最关的战将是肚子，可以，哎，中间五号也没有，五号也没有，哎，肚子你五，你可以，你可以，肚子很棒。你刚刚是秒九吗？我刚才打五啊。汽机车定期保养对排放多少废气无关，最有效为改用电动车。错。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打？我们都还没有讨论。最有效讨论吗？真的吗？最有效改为电动车。好，我就是打对一件。我真的从头到尾都还没有看到题目而已。来，让你读一下。OK， 好像是错，没错。好。错。然后答对了。我们会不会败在那个位置？对，我们中了，我们中了，耶！五分了，五分，我们五分不错啊。我觉得总分虽然是十二分，还有一半，因为虽然有一点点不及格，但我跟你讲，他们连头都不会进。他们刚才练习一颗都没中。对，好，我们来等着看，我们就在那边按着，看他们怎么投。来，我们整排这样子按着，来看他们能得几分。来，我先上好不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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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加油 ！Nice ball！ 持续下去，保持。后面 ，Nice ball！Nice ball！ 加油！加油！没有，没有啦。有！耶！影印机产生臭氧。影印机会产生臭氧哦。我们应该避免使用影印机，因只要八小时长期在影印机，就会令人体造成伤害。就不会有那个臭味，为什么影印会有臭氧？我不知道。因为碳吗？不会。臭氧是会影响那个我们的大气层，有这么严重吗？那是二氧化碳才会影响臭氧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觉得呢？哎，清华的啦，清华的，哎，我们也有清华的，对啊，我们反方也清华的啊。我就是错，一好，错，然后答对了，耶！清华，清华，哎，我跟你讲，他刚才一句话都没讲，哎，我刚才一句话都没有讲话，射不到，射不到，加油，加油，用力就对了。来秒五号，哎，那个清华那个有点厉害，来你念一下，好啦，来，油漆产生有机化合物，油漆涂料中含 VOC， 对人体的鼻腔黏膜、肺部都会有强烈的刺激，会使眼睛不舒服，严重可对肺部产生严重的危害。有没有 call out 可以？还要 call 给谁？你觉得谁会知道？比考试还难？我觉得是是。好， okay, okay. 好来，一，是。耶！清华，清华，清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有几个人啊？两个，两个。他们还有两个，还有多的嘞。加油！用力，用力！光之力！啊，没有，没有，没有啊！最后一颗，还挂，还有吗？哎，这一关很紧张哎，然后没中就没有了，没有，掉的，没有，好恐怖，好恐怖。
耶！不需要什么智力的，没关系，我们不用智力，没关系，我们要赢就好了。好，第二关完成了，黄队获胜。耶！可以抽三张，输队抽一张。哦，差距怎么有那么多张？对啊，他们先抽好了。这张数多不代表好哎。对啊。来来来来来，哎，不错哎，不错，邻居，好不好？邻居。哎，我们要一样那个兴奋感。这是最大工程，你一张。拜托，我一定要抽中一张好的。什么？我好烂，我看一下。就是我看一下。兔子，你到底？你？我觉得我不能抽签，我签运真的很差。我来看我的牌。你看看，你真的会？你试一下。现在差这个。差一张，我们就。对。但是我们到第三关提早结束。等一下，再来一张这个。OK OK。哦，耶！你们才三张，是要凑什么顺序？啊，你就很烂，你要凑什么？啊，你24、24、68有可以干嘛？对不对？随便。好，欢迎来到第三关。第三关的名称是叫做“你是什么垃圾”。你是什么垃圾？你来了，才什么垃圾？因为我们关卡火气很大。这个关玩的方式就是每队派三个人出来，他们各自会化身成不同的垃圾车。Okay, 会化身成立体类、okay. 平面类跟其他类。所以它是会是一个立体的垃圾车跟一个平面的垃圾车。对，就是不同类别。大家对垃圾分类、啊，它是一个名称，它只是一个名称。我以为它会扮成一个立体平面的，跟一个平面的垃圾车。那三个垃圾车就代表不同的东西。那所以等一下，另外两位队员就会从这球池里面找出不同的垃圾，去分到他们厨余的类别里面。哦，就是我在做资源回收。对。丢到对的垃圾车里面。OK。垃圾车他们会抽一张卡，看看他要做一个指定的动作，然后在限时60秒里面都不能动。哇，60秒。如果中间垃圾车受不了，掉了所有垃圾，垃圾车不能捡。哦。只有另外那两个人可以捡。OK， 好。那最后我们就算到底在这垃圾车身上的垃圾有哪些是对的，对的一颗就一颗这样。好，好。如果垃圾车晕倒的话，可以吗？救护车，垃圾晕倒就要叫救护车。太本，本源，本源，本源 CP， 本源。不行哦。剪刀石头布。耶！我们先砍。来，你们先，我们先看。看。我们先来分一下，等一下谁要去做垃圾车，要去垃圾分类那两个人必须要有快速记忆的能力。对，不行，那就是清华。好，那跟老吴快速短暂记忆可以。我短暂记忆 OK。好，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对于分类不是真的很知道。对，那我们准备了一个海报。好。哇，好多。那你们会有20秒看，所以谁负责去捡垃圾的人就来看。OK OK。好，所以要知道一下。你们要看一下哦。结束，你们就是开始那一队先。你们谁是垃圾车？我们三个女生。好，那请跟我过来先。好，加油。穿漏胎，漏死，直接漏死，闷死。所以我们应该要找，我觉得一定是两个男生先盯着。不是，应该要找了，应该是要男生，因为要跑来跑去的。可是我怕你们智商不足。你说立体跟平面，我们会看不出来。对，分类分错啊，我怕啊。好，所以我们三个女生盯着，你们两个跑。好，你们 OK 吗？跑可以，可以。因为不止跑，反正你还要分垃圾哦。还是你要带一个老师？没有，这个是垃圾车要背的，还是拿的人要背？拿的人啊！要不要钱？要不要直接换呐？他连谁拿都不知道。没有到背啦，看一下，应该看一下基本概念啦。好，可以哦，来20秒开始。这样子他会拍不到。哎，还有星期几？快点，快点！26。拜拜。好，这个身高有符合我的吗？算是有啦。天哪，这真的很羞耻哎！我不想要，我很赤裸哎。所以乔大这边可以随时把它劈掉，对吗？对。乔大，再麻烦你了，1、2、3，帮。谁可以帮忙拉个拉链？请问？那你可以快一点开始吗？很热。我是笑不出来，哎，我可以叫那个1、2、3，1、2、3、3，看一下，
金鸡独立。什么啊？脚一定要这样拿花卷吗？一定要。哦，好像还行还行。夹多紧？这怎么用啊？哦吼！把我挂在我手臂这边，我手臂很强壮。来，准备啊！不用放，没有，他们是有策略的，他们先放着，然后再挂。注意时间了，我自己的人生。等一下，有了合理吗？这是什么？还有十五秒。我不要玩了，我不要玩了，我是自由女神嘞。哎，我的可以放下了没？我对我的作品很满意耶。哎，这是我的东西啊，是我的。什么？哇，我身上原来放那么多东西耶。这全部都在你身上吗？刚刚？这全部。我刚刚身上放了大概有30个东西，我大概4个，我这顶着一颗。但他那个篮球很重要，篮球对，手打开，我打开，那你的嘞？我什么都看不到，因为都在我背上。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穿露胎装的美姿。我很期待圆圆的，跟不上去啊，换掉，是这样吗？你确定吗？是这样吗？也这样，往上再拉一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来，它很像日本广告会出现的东西。这样有好看吗？你们到垃圾的时候看到垃圾车长这样，你们心情会好吗？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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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欢迎到垃圾哦，你们这样心情会好吗？衣服全部卷上来了，来看一下它的动作是什么。哇，很难，真的很难嘞！我的，来，我希望我的皮。不错，算是有个平面吧。圆圆平常有在做瑜伽吗？没有，人家是包包。包包，我看小心。谁是圆圆？圆圆是他。嗯。哎呦，你们粉圆。OK OK， 你们三个在一起会抱进包心粉圆。准备三二。哎，那脚不能啊！在霸凌他了！有了！垃圾车不好当哎 ，respect， 垃圾车。好，恭喜大家玩完了。玩完了！玩完了！不得不说，大家的分类知识没有很强啊。开心哎，知识分很多，自信满满哎。大家的心都是分这个东西是不是立体的，或者是平面的？不然。我们同时要分那东西可不可以回收？那不能回收的，其实要去其他类。哦，陷阱！你刚刚又没讲。对，海报有写嘛？你自己玩一次。例如嘞。好，那我们先说一下，你们两队各自错了一些什么东西不能回收的。先说白队的。白队的话，毛巾跟手提袋还有安全帽，其实是其他的，因为这是不能回收。安全帽不能回收哦。安全帽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还有塑胶，有海绵。哦。资料夹虽然看起来是平面，但它其实是塑胶的，所以它是立体的。陷阱啦！好，那换黄队，黄队都是错其他类。白板、鞋子、花盆跟地毯都是其他类。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公布分数了。好。白队总共有6分。耶！耶！可以耶！很低吧？很高吧？黄队总共有。好，下一关。那我们直接抽牌吗？直接跳过这部分。没事，拍一下拍。我给你了，哦，没关系。对啊，有吗？哎呀，虽然差得很远，是怎么样？我们会让他回来，是吧？再拿一个，这样再拿一个。OK。哎，我不要抽，你们抽。对，你不要再抽了。他抽，他感觉签运很好。我觉得他们两个运气都不错。你刚刚抽的运气怎么样？我刚刚一直抽，还是错开一点。
一二三。哇、啊！什么？有石？有石油？石油了！石油了！这个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牌，我们前后都有连在一起，都有对到。我们不需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他们四张而已，是能怎样？对、啊，给他们一个表情，一二三。小大说，我们现在要进行到第四关，当我们看到那个关卡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反应。看我的反应，又反又硬。谁啦？美丽本人。美丽有反应，看我的反应又反又硬。我觉得今天乔大算对我们非常仁慈。我是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算累了耶。这样算累了，主要是因为集合时间跟大太阳。那你真的跟我们去玩的时候应该会昏倒。我现在好像都没有流太多的汗出来。你之前拍的时候，你真的有觉得快要受不了吗？我后来回想到就是试行的时候，玩那个跳跳马。对，跳跳马那个真的会死的。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试玩，他说要夹着不能怎样，然后要一直用跳的，然后拍了十分钟，我们说我们不行。我们虽然哈已经输两关了，可是我们前面那两张老对啊，真的是不得了。要不然我们玩一关，然后就抵他们全部，他们可能就算有对。黑也比我们小，黑有算了哈。对。哦，对。哦，原来是健康步道。我们的老朋友回来了。Oh my god！ 看不到。来，我们往回走。谢谢。谢谢，拜拜喽，拜拜。去这边喽，是这边，这边。其实我容易中暑嘛，那中暑要刮痧跟脚底按摩。对啊，那我们可以刮痧。所以我们脚底按摩先。乔大，中暑、刮痧跟脚底按摩的前提是在冷气房。对。我是比较担心那个圆圆的。有点紧张，圆圆会尖叫吗？好，欢迎来到第四关。耶、yeah! yeah! ！老朋友，这关叫做环保知识健康答。知识还是知识还是知识？知识了。好嘞，好嘞，好嘞。每队将派四个人，这四个人会个别代表 A、B、C、D。好。那我问问题会有选择题 A、B、C、D 的答案，那你们就选。那个答案出来，然后把它飞过去健康步道。对，就是每一个人代表一个答案。对，那请问是你的圆圆？如果你要是答案是鼻子痛，你会很惨。对，我那边好恐怖，会刺穿吗？我们试过了，所以叫你们穿袜子。因为没有穿袜子的话，就会刺穿。有袜子就不会。你们这一队嘞？好无畏啊！瘦的。Jana 冷了吧？他刚刚说不够累。好，我等一下有一题让他。那你们背圆圆呢？对，怎样？两队同时进行的，好，鼻速度，所以题目是一样的，题目是一样的。然后如果你冲过去之后答错了，你可以回去健康步道，再背一次，对另外一个答案过来。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这一关。好。那答案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个别代表 A、B、C。你看他又再重新问了。然后一个人背。每一次乔丹你问题目，他就会说：“所以刚刚是在什么意思？”反正一定是你们两个换嘛。如果圆圆累了，就是你嘛。啊，可以哦。是这样子吗？我都不知道啊。是这样的。是你的问题吧？谁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或是我讲话问题吧？我理解力很有问题，好像真的是可以我背，因为我今天穿厚袜。你几公斤？先说我是不行啦。六七 ，OK 啦。是大家报实际体重？没有，我没有问下去啊。来，讲啊，报啊。实际体重，有镜头照，不要讲体重。但是我跟你说啦，我平常背他是蛮辛苦的。不是啦，最近吃比较好嘛。反正答对最重要啦。来，上来。可以吗？我试试看。穿得很薄哎，超痛的，好不好？好的，没事。我一个，还好的，脚脚没有，还好啊。很痛啊！会他妈会痛，会刺哦。你还记得我们有一关在世新大学跑那个？对，就是这个踩气球。对，我们还要踩气球。那个圆圆感觉很可以，他也可以在上面跳。你先试背看看啊！哎呀，你看我们圆圆的表情，完全没有怎样，好不好 ？OK 了哈。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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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瘦的人要吃 B。对，从小到大，我爸就跟我说，如果你考试不会，就写 B。所以你 B， 好 ，B 啊，你 C， 因为我应该比你重。啊，我是猪。不然我们直接猜拳，然后赢的赢的当猪，赢的当猪。叫什么？不，你是猪。啊，我猪。他刚才问我说，我是这样看 C 还是这样看 C？ 你觉得嘞？你觉得嘞？我跟你讲，等一下答题不要让他答好了。希望第一题答案是 D。你不要答案是 D， 可是你硬背 B 哦。对，不要，没有用哦。赖，一般来说，我们洗脚的洗澡的时候，洗澡还是洗脚？洗脚还是洗澡？不行，换人出题，太恐怖了。OK， 好，再次。
我们洗澡的时候大概15到20分钟，那这样的用水量大概是多少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太难了吧！ A 100瓶， B 50瓶， C 30瓶， D 25瓶。我觉得很多哎、欸，我也觉得很多、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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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去，快点去。不行吧？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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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快哦，他们好快哦！正确答案 A。耶！我们100瓶，我们每天洗澡会花掉100瓶的矿泉水哦，浪费水。对。哎，我们都洗战斗澡。对啊。有奖，10到15分钟。怎么用那么多瓶？我们就能吗？我们很棒。哎、欸，我都15分钟就出来了、欸，分钟就出来了。他们不听题目，然后在那边骂骂骂，骂骂号。一棵平均高12公尺的树，直径是15到20公分，它可以生产多少 A 四的 ？A 3300 ，B 5300 ，C 8300 ，D 11000。先背铅的，先背铅的。跑跑跑 ，Go Go！ 哎、欸，我们答案都不一样哎、欸。好，红对线，但是答案是 B。Nice！ 答案是什么？答案是8000张，8000张。阿斌是什么？斌是5000，答对5000。真的。可是我们刚刚是怎么答对的？猜的，没有，大家都是猜的。B 的体型比较小，就没事。我们刚刚也是猜 B 的体型比较小。好，先飞过去再说。对，你的脚还有知觉吗？还有，还有。OK， 他跑超快。而且我边跑边说，哇塞，怎么那么快啊？然后准备第三题，以下哪一个种类归类一般垃圾，不能资源回收的 ？A 木片便当盒。什么片？木片。木片的便当盒。B 是果皮跟果核。C 已抽取磁带的录音带。D 干电池。D 不是一般垃圾吗？你干的是其他。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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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暂停，暂停！哎呦，你不要用手摸，你不要用手，等一下。哎，小心哎！还有哪里撞到吗？战况太激烈了。你有怎样吗？我没有怎样，我没有怎样。我还好。闭眼都这样，还好。医生 ，Doctor！ 医生的血有吗？医生，我们有医生，这个状况下我拿。我们主治医生，医生会先开始问诊，会先问你刚刚是怎么了。我帮你稍微冲一下，我先冲一下。等一下如果有棉质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下。然后那个什么棉质，不要胜负心那么重。他、啊、没有怎样吗？没有。我们刚好有一个皮肤科医生朋友在旁边，刚好我有请个皮肤科医生来啦。等一下不要那么拼了，知道吗？好，你这一摔真的 MVP， 还是你是为了想拿 MVP 5000摔的？是为了赢。在拍摄之前，我们都是会先准备这些医药箱，以免任何的意外。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他会跌倒吗？什么？他说因为你太重了。哦，是哦。我可能跳太上面了，所以重心在前面。肚子。我们交接了。伤兵一号，你可以吧？我是猪了。哦，那你就当受伤的猪。你现在慢慢走，慢慢走，好不好？背你们自己安全为主，都慢慢背，慢慢背。好，来第三题，以下哪一项不是可以环保减碳的行为 ？A. 多走路不坐车，空调尽量保持25、27，多喝酒。那、啊、这是什么？洗猪？猪，我们就还是我们就直接洗嘛？啊，我们就让他嘛。那让他自己不能让他，加快你！好，那先你看他们可不可以？答案是对的。耶！我一步都跨不出去。这题我们直接让他们，这题我们会。哎，我刚刚题目都还没听清楚。对，没听。他们不是只有3个选项，我只听到3个选项。喝酒。哦。对。
很厉害，已经习惯乔大那个口音了。所以这个关卡还有一个很难是乔大的口音。对。然后第四题，牛排放哪一种物质是对环境造成最大的压力的 ？A. 二氧化碳 ，B. 甲烷 ，C. 乳酸 ，D. 氮气。诚意耶！答案是一，耶 ，nice。够的，你很慢呢。你都一直找我逼，你路哎，要修音哎，你太慢了。很靠，哎，不是说慢慢走的吗？不要背啊！你自己走过去就好了。没，而且你比他们那一队早跳上去，但是一跳上去之后肚子定在那里。好，来第五题，最后一题。最后一题了，哪一样不是再生能源 ？A. 地热 ，B. 潮汐发电 ，C. 风力发电 ，D. 蓝莓发电。蓝莓 D。哈哈哈哈哈哈！这是蓝莓。地热，你讲你怎么嘞？快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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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Blueberry 蓝莓，不是燃燃烧东西。哦，蓝莓，可怜，蓝莓。他们以为是吃的那个蓝莓。可怜，可怜。好，来，面试官结束喽。真的辛苦了，辛苦了。他这一摔，整个 MVP 直接呼之欲出，整个跳出来了。给你啦，给你啦。他刚刚说一切其实都是 say 好的，因为他要补一些高铁费。合理。没有啦，没有。大家玩游戏真的要小心啊，安全第一。还有最后一关还是要小心一点。也感谢你这么辛苦拼命的为黄队争分，谢谢 MVP。真的，公布一下分数。好，这就是3-2，黄队获胜。耶！你们忍心吗？那你可以自己补他钱啊，你在私下补他。干嘛？那忍心。那你给你抽，给你抽。MVP。你要你们。Oh my god！ 我们有 A 型 A 型，对，然后问抽，好，来，怎样？大饼，等一下，给我一个点，等一下，给我，哈哈，等一下，怎样啦？不要在那边假装哦，因为那种感觉我们两关前也有，对我们两关前也懂，给观众看一下，而且是 OK 吧？对啊，没有错呀。好了，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啦！哇，中午才休息一下，现在马上打雷、闪电、下大雨，好恐怖！我们早上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没有，蛮有我们的节奏的。对，有习惯。一定要下大雨！下大雨，你有看过在大安森林公园玩贪食蛇吗？我们后面突然多了超多人，大家好，辛苦了。好，最后一关我们请乔大来宣布，这一关很重要，因为就是最后的牌要凑起来。好，这一关就是叫做猜猜表情包。猜猜表情包。笑屁笑。笑屁笑。那它的玩法就是两队先猜拳，决定哪一队先猜题，然后每队有5题的猜题机会，那你就派出一位队员，然后看了题目之后就把想要表达的东西画在脸上。用什么画，乔大？有准备了先之前的人体彩绘，人体彩绘，最后一关你也要画脸，像我们为什么？有点像我们 A game 最后一集，对，那个结尾。好，那你看到后面有个板哦，好，那这个板就是为了，因为我们只想你用表情去表达，所以中间你们不可以画数字在脸上，不可以画任何文字类的东西，那你也没有镜子哦，就是自己画，然后画给自己。没有镜子。好难哦，这关我也没玩过，完蛋了，很难耶！来啦，最后一关了，加油啊，别走啦，加油！老师都蹦，干嘛？老师都蹦，是哦，哦哦哦哦，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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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关有点恐怖，因为也是我们之前完全没玩过的，听起来会有一点困难，是因为它包含几个字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要把你自己整脸用表情去表达那个题目。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能怕丑，你怕丑吗？怕，你怕丑吗？我怕，我怕，我怕，我好不准，害怕。我想最后一关了。只是我们在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就是整脸，就是对画出那个东西？所以就是擦完就是人不人鬼不鬼。对。刚刚乔大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上面不能写数字，可是我们必须要分辨就是几个字，还是我们就在额头上面点几个点，代表几个字，重点画出来。比如说狮子的重点就是王嘛，熊猫的重点就是那个眼睛嘛，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题目，大家就各自看着办，加油，最后一关了，我们一定可以来报信粉圆加加加。好，来吧，来，肚子先了，哎，你们要确定呢，直接开始了哦，先看题目，然后你不要给他们看到，好，我们不看，我们不做那种作弊的事情，我们不做那种眼睛已经转到了，谁会看题目？难吗？好难，很奇怪，它有白色，好，好，好，来，准备，三二。他还没画你就笑，什么啊？幸运草，白鼻星，十字架，风车，风车吗？风车吗？我知道了，风车，摩天轮，好难，荷兰风车，摩天轮，什么东西？避冷鼻酸，避冷鼻酸，什么东西？风力发电，我们猜对了。OK， 我这样不知道地方怎么样。没关系，不要看就好，不要看，不要看。那就那个吧。好。对。我们可以想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表达搓脚。我跟你说，白鼻心。对。OK， 放好，放好。这个是我猜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准备好了。完蛋，这个。三、二、一，开始。又是白色。小叮当。几个字？他完蛋了！他什么啊？三个字。小叮当。哎，妹妹。Home money baby 哈。僵尸。僵尸。无脸男。啊，对了。无脸男。无脸男。无脸男。哎，也很像那个面包超人啊。我有画出来吗？大概。都最后一关了，跟我这样搞哈！注意，就趁我们要回家的时候。对，哎，不容易耶，真的不容易。原来它不是都跟环保相关，也不是动物，然后对，你干嘛？二一，开始！快快点，几个字？快点，快点！哦，他是在看动物吗？小，哎，刀疤，这什么啊？小叮当，还有很多颜色没画，赶快，几个颜色？为什么是蜘蛛人啊？而且他画的是拉牙，好厉害哦！身体真的很强哦。无脸男，我真的也是猜不出来。然后在板子后面打开。无脸男，我真的也是猜不出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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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颜色也很重要，很重要。没有，其实不重要。好，一次两。你的画布很大。好，一次要两只。二一，开始。黑白郎君。白璧星。马来貘。几个字？哇，这什么啊？死士。两个字。两个字。熊熊猫。啊！什么啊？苍蝇。两个字。苍蝇吗？很过分。两个字吗？你们不要再逼他了。好了啦，好了啦。僵尸。僵尸。蟑螂。什么？他看起来很失望。很明显，眼睛黑黑的。马来貘。二一，你说。巧虎。啊，答错。答案是什么？乳牛啊。乳牛。黑啊，然后这边都是白啊。对对对。那我在板子后面打开。好。直接套。加油！大魔王，这个猜大魔王了。你要加油啊！我根本甚至不知道他长。
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运用一些表情嘛。没有，靠表情。只是用表情。来，时间出来怎么样？好，三、二、一。熊猫是几个字？米苗鼠。黑的。看完了。哎，在吃东西。马来人不是那个慢很速懒。有像素蓝吗？像。我其实现在蛮……这个你可以猜到是素蓝。对啊。我想看一下我的蜘蛛。我好像蛮像无脸男的。有，其实你头上这边蜘蛛有出来。到底怎么猜到蜘蛛的、啊？不是，因为他就在画蜘蛛啊。我觉得五题玩下来最过分的是风力发电。很过分啊！真的很过分。欸、可是我没有猜到风扇那个方向，我觉得我们很厉害。我们是猜风车。好，轮到白队。好，我先。好的。好紧张哦！我觉得在旁边会忍不住猜，哎，会不会猜太大声？你就讲出来啊！猜太大声！到底是你笑怎么笑啊？苹果手机啊！苹果一个手机啊！我跟你讲，摄影师都笑得比我们还开心。太难了啦！你在哪里？来三二，三个字。皮卡丘，用力一点涂。我根本看不到你的。太厉害了啦！有太阳，有太阳，我的脸上有太阳吗？我们就是墨镜，没有什么，没办法，那就是没办法，回蓝天了。而且你从头到尾都没画上去，对，还猜了，你根本从头到尾没有东西耶。我本身就在闪吧。啊，你本身散发太阳的光芒。对。开题目，我要开喽！你不要笑哦！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相信我。我只是会很丑，我不知道我服装是为了什么。我不想拿这个颜色。我觉得那颜色，那颜色还好。三二，三个字，蓝小龟。他非常厌世，完全没有笑容。黑色，黑色，乌龟。哎，他还可以换色，蛮屌的。可以开心一点吗？我听。要扎乔大喽！黑巨人，再来，再来，再来，我再来。黑巨人补多一点，青蛙。黑色补多一点。青蛙没怎么。我为了什么？为夏天啊，那是什么东西？绿色的东西。什么东西是绿色的？绿色的人物。好，对啊。人物。是绿巨人。三、二、一。老大，你绿蜥龟。绿蜥龟啊，不是。答错了。耶！怎么我们猜不出来？哎，那是仙人掌吗？是大眼仔。大眼仔。大眼仔。很难呢。大眼仔太难了。太难了。哎，这一题我们踏伐制作单位。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他听话的很好，他听话的很好。我听话到眼球嘞，我觉得。眼怪就算了，还大眼仔。我觉得真会中毒了，我真的很欣慰。走，合起来，合起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后面会有这种反应了。等一下，你准备好了吗？我刚刚摄影师看到我太阳能三个字，他还是笑出来了。想不到我猜对了吧？两个字，两个字。完了，还开始喽，开始喽。黑炭，猛毒，猛毒，乳牛，恐龙，豪猪，杀猪，杀猪，他快要岔气了，猪也走一走。没事，哎，孙悟空，你敢说？
全部黄的，黄色的，黄的，很红哎，面包超人。上来跟你的师长一样，真的屌。这个人真的屌。哦 ，OK。他很认真，他的表情。他刚刚一直说，这怎么可以唱得出来？三二开始。慢慢画啦，慢慢画。断掉了，没关系，来。三个字。四个字。五个字。两个字。斑马，斑马。感觉我们运气也没有人家好。哎，我本来以为三题稳了哎。关灯是四比三，白队获胜。不是你们的错，真的不是你们的错。对，是那个太阳能的错，分红的错。好，那抽完啦。好，来来来来来。抽完帮我分开一点讨论哦。请。哇，怎样啦？天啊！来来来。OK， 我非常满意。以我们这个张数，可以排出这样。可以了，处理掉。随随便便。OK， 我们好像都很衰。哇，我好像没办法。加油，最后一张给你抽了。来来来，你是 OK 的。还一个我们最大的牌，不用看一下。三。这个牌型要输很难吧？这个我觉得输很难哎。要怎么输？好了，现在两组的牌型应该都已经选好。我跟你讲，我们的真的是，我跟你讲，我们的牌是真的是。我们差一万块，敢不敢？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这样子翻出去，好不好？然后由乔大来宣布哪一组的牌型获胜 ，OK 吗？好，来第一个。一、二、三，你赢了。好，第二个，一、二、三，十。OK。一、二、三，你再看一下。看什么？我看看，要不要看一下？来来来，一、二、三，哦。辛苦了，颁奖时间。对，非常辛苦。其实大家，我们从早上7点就开始在大安森林公园这样跑，然后跑了一整天，从大太阳跑到下大雨。对。那现在已经进行到我们最后一关，胜负也分出来，现在就是我们的奖金时间。首先呢，我们先颁给白队安慰奖。白队安慰奖，我们还是有安慰奖的。对，让我们来颁发8000块钱。谢谢。恭喜你们，恭喜你们。谢谢你们来参加。跟你们团队，哦，我们白队就是团结啦。哥，跟你想象的 A game 一样吗？差不多一样，没有不一样，但是两个好辛苦，真的很轻松。对，这一关很轻松。好的，接下来就到我们的优胜队伍颁发10000块钱的奖金。恭喜你们，有什么感言想要发表一下吗？很开心。觉得？开心要说不出来，还是开心要说不出来，还是痛到说不出来？开心。在开场的时候也有说，我们今天会从来参加的观众当中选出一位 MVP， 独得5000块。五千块，我觉得这 MVP 应该大家都很
是有共识的。有共识，其实我们原本是要用投票，但我觉得是有共识的。所以今天的 MVP 就是我们的包包，没有。对，今天的 MVP 就是我们的圆圆。我就已经回来了，而且今天虽然没有惩罚，但是我的那个斗志马上被激起。今天没有惩罚啦，惩罚吗？今天有惩罚吗？今天没有惩罚的。我觉得这已经算了，我觉得。然后也非常感谢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邀请我们来重新的回归这个游戏，来参加我们的城市保卫战。对，而且也是第一次我们可以有机会邀请到粉丝跟我们一起玩，好玩吧？好玩，是好玩，要不要来？好玩吗？要。